啊，小点声儿。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哎，我是从昨天晚上二十一号，就看着共产党这个流氓，现在你丰县绑架了那么多女的，杀了那么多中国女性，现在怨美国呢。这个王八蛋真没救了，这中共国真的没救了。你绑架人，你怼美国有啥用？中国人现在过着这种将近几亿人口过着这种穷困的日子。昨天咱们黑龙江的战友，东北的战友说，化肥，普通的化肥从去年100块钱涨到170了，那叫什么氨呢？从210块钱涨到270了。啊，你说这老们农民咋过呀？明年这农民还能活吗？那你也怼美国是吗？你说你没有血的北京参搞一个冬奥会，花了钱这么多钱，你得到啥了？排到第三名，中国老百姓能多吃一块猪肉，是中国老百姓上学能免费，孩子上学免费，还是治病不花钱？啥没改变吗？就是污染，就是花钱，就你这几个老杂毛，你把王八蛋挥挥手，就这老百姓。10几万亿人民币，整个这运动，疯吧，作吧，老天爷会灭你们的。就这丰县绑着人，不是一个，也不是100个，论万论几十万的绑架，几十年来，你现在你怨美国？美国生产苹果手机咋不生产？美国生产波音手飞机咋不生产？美国是全世界68%的高科技产品，你咋不生产？啊，你们这帮王八蛋真是太坏了。这一个，第二个，经济，香港市场成啥了？香港成臭港，香港已经成了万人恨的港了。啊，作吧作吧，共产党，我们希望你作的越死越好。啊，就像广东的。这个某个所谓的政法委干部啊，讲了一句很精彩的话：“七哥，我们在这混一天就得干这种事儿，抓人害人，啊，说瞎话，没有共产党了啊，我们这些人马上啊，第一个我们就自首去，或者得到新中国联邦的宽恕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知道他们这么作恶。”啊，我们知道他们在干啥。广东这地方，这些大冬天，所有的中共的领导、孩子、家人不都到广东来吗？到珠海吗？到三亚吗？你见过东北的老百姓有几个能到三亚度假去、去嫖妓去？都是卖淫去。你没有到海南、三亚嫖妓的机会，你没有到深圳嫖妓的机会，你是卖淫去，人家是嫖妓。现在美国咋样？七哥说对了吧？跟乌克兰、俄罗斯还得做下商量。最后，人家美国、俄罗斯最后不管咋折腾，就是中国老百姓成为最挨打的、最恨那个买单的。咋样？佛对了不？佛对了不？啊，人跟美国总统要见面。啊，人跟欧洲人把话也说亮了，咱们是同一种人，我们跟中共不是一国人。啊，现在人家要合作，中国人在历史上，在对外关系上几乎都是傻叉被利用，因为你没有信仰，你跟人家没有共同的信仰，没有共同的食物，没有共同的文化，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，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？啊，你一个买卖人口，绑架妇女，拔掉所有的牙，切断舌头，在地上躺了24年。在西方你对待狗这样你都是进监狱知道吗？共产党你弯秋带了，你们这帮孙子太坏了，还作呢，
冬奥会折腾出啥了，老百姓？你们问问冬奥会给你增加了啥？还这么愚蠢，那些小粉红，现在打乌克兰、打台湾，你打呀！你打乌克兰，你打台湾，中国老百姓付钱，化肥涨价，是吧？然后老百姓治病，治一场病就全家都破产。你们这帮孙子有多坏呀？就这洗脑的老百姓也爱那个比爹娘还亲的共产党，爱去吧，使劲爱去吧，爱去吧！啊！然后还在全世界给人家把脉、治病、当老中医，你自己已经病入了啊，病入到最后的绝症期了。真的是，这个国家的荒唐，民族的荒唐，这个民族的可怜，老百姓的可怜，用任何语言都不能形容。看看西藏、新疆。啊，把人家列为所谓的啊没文化落后的地方，那香港先不先进呢？香港先进，你把香港整成什么了？回到石器时代去了。台湾先进吗？天天要砸人家，你这种流氓缺集体，啊，啥都不说了。后天直播，星期三一场大直播啊，星期五一场大直播，星期六还一场大直播，教育直播，然后星期天还有一场直播。很多呀，啥都不说了，按集体锻炼，周一快乐啊！